请坐，直接坐哦。请咱嘉义三门教会信徒啊，拢礼拜到伫礼拜堂的所在啊。这时坐约，咱要请主礼啊，咱嘉义中会议长王牧师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这点爱照教会规矩来设立吴雪惠牧师做嘉义西门东会的牧师，担当所主所交代的性质，所以爱要请受设立的牧师甲东会信徒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誓约。第一部分是牧师的誓约，所以请咱会友信徒第二部分甲回答。第一部分咱卖回答吼。第一个牧师的誓约。吴雪惠，当你要领受牧师重大的职任，你有确信这是上帝调命啊无？有。你有确信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，做你信仰甲职任唯一的根据啊无？有。教会头是耶稣基督，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。既然教会中特定好的职务，就我靠伊来设法，你约要安尼行，也无？你有要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、尼西亚圣经，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别，也无？你愿意做家己西门东会的牧师，确信这是上帝旨意？要忠诚尽职传福音，一世人归因跟上帝，利益伊的信会，你又要安尼做也无？长老教会是起坐伫上帝话，设属你以后所信、所传、所行，若无照教会法规，你肯含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规则的裁决也无？这点咱请要会友的使用吼。咱先啊大大声来回答吼，这点我代表中会爱唤起同会的正信徒知，这个时阵也是信徒定心奉献立志誓约时，这点请恁三个来誓约，起立来誓约。第一个，恁有相信算告别耶稣基督做救主、做教会头也无？恁已经聘请吴雪惠牧师做恁的牧师，恁有诚实欢喜接纳伊、敬重伊、疼痛伊、体贴伊、替伊祈祷，甲伊同工行起上帝国，煞供给伊的需要，予伊通利益教会，恁约要安尼行也无？伊用上帝的道理教示恁、劝勉恁、敬戒恁、培养恁。才有法度料理教会，恁着谦卑来承受顺叹，恁约要安尼做也无？关系保持教会的特殊，双方若有失措，应该通知小会释怀，毋通四界报扬，致到妨害教会大局，恁约要安尼遵守也无？这点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你是捌众人的心的，佮照你的所爱所敬来拣选人做你的圣工。这点，阮伫众人面前，伫遮誓约，阮求主你的恩典临到伫阮的中间，照顾阮，帮助阮，予阮抓条即款的誓约，一世人行伫上帝你的祝福下面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这条敬会友、敬兄弟姊妹三角起立，敬咱兄弟姊妹拢起立吼，这条来宣告吼。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教会、基督长老教会官兵，接纳你吴雪惠做嘉义西门东会的牧师，煞通知正信徒知。牧师的职分甲权柄是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交代你。当你受设立做牧师，就照顾上帝羊群，都无兴起上帝国，
要谨慎你本身的行为，改革你的教示，要常常关心伫遮的事，因为照安尼行，就要救你本身甲听你信息的人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